炎炎夏日，戴着帽子，穿着及膝的雨鞋，手里拿着渔网，正准备出发去工作。踏进笋田里，一边看着刚冒出新芽的茭白笋，一边注意茭白笋下鱼儿生活的状况。他是陈春义，大家都叫他阿义伯。利用鱼礁共生的有机方式，种植出肥美又甜脆的茭白笋。这要靠了五环，鱼啊才会当个白条。哎，茭白笋嘛是要较甜的，这茭白笋这肉才甜，无就统统叫食呢。这康康啊，这都袂食哩。鱼礁共生是一项很特别的务农技巧，运用自然法则的原理，将鱼养在种植茭白笋的田里。及膝的水位刚好适合作物们生长，放养的鱼会吃掉伤害茭白笋的害虫，达到互利共生。金波的卵现在这出，哎，今麦吃这卵嘛，伊就吃，叫咩罗啊？伊也吃这卵，哎，卵也吃了，伊就较袂生金波的。啊，就是迄底啊，行那金波的去吃这茭白笋，伊一晒嘛，家己搁吃了笋。阿义伯是最早将这项农作技术引进宜兰三星行健村的小农，除了种植茭白笋外，也栽种许多其他作物。二十几年下来的有机耕作，使阿义伯的身体无法长期负荷超时的工作而渐渐变差。爸爸，他的身体嘛不好啊，就讲回来甲斗相共，头啊是我是不哩反对讲，哦啊有机啊种啊无赚到钱啊，是母甲安尼。哦，母遐草路真艰苦，遐草安尼直直去遐母，是辛苦，啊，不过是嘛是不哩欢喜啦。田里往做，顿下酒搁啉一下，安尼嘛是不哩欢喜，袂啦，往做啊往过啦。儿子的加入让阿义伯回想起对有机农业的初衷，在家人的支持与陪伴之下，阿义伯乐在其中。我想头一班呢，想头一班呢。上头一班，我做头啊做做了无好，啊就为就歪歪做。啊，我只做了调料，啊，即马就哪做成绩哪好，大农油只了生生出来，啊，就只做咱做有机就好一步。以前我无做有机的，但到了大院啊，只做有机我都蛮变的。现在不仅仅只有阿义伯一个人在从事有机农法，由于行健村内有机合作社的成立，吸引了许多农友纷纷加入有机种植的行列。每到假日，阿义伯都会和农友们一同参加农夫市集，除了推广自己的有机作物之外，也结交到不少朋友。所有人大家拢会少联络，我们大个会拢开一届会，咱人有意见，要有什么资料，你都提出来讲，我大家讨论，大家来做，安尼做起来，较袂讲，哦，你想一款，我想一款，安尼较会合作就对了。其实他们这些农民就是都让我很感动，你看他们从年轻人做田，少说也有三四十年了，那突然要让他们转型，因为其实做有机的是很辛苦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精神还不错。在宜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借由自己的力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，就像是培养鱼礁共生的阿义伯一样，如同杂草般坚韧不拔，始终坚持走在自己选择的有机道路上，即使遇到困难，仍然会勇往直前，继续走下去。淡江新闻，苏珊、张英华、李义华采访报道。